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24，阳光明媚啊。多么漂亮。今天的图书馆没有开门啊，休息了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叮叮咚咚的水，叮叮咚咚的喷泉。走过来看一看，冒着泡，幸福的小泡泡。暖煦的下午，多美好呀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平平安安，扎西德了。